这儿，听见吗？哥，就这儿。哎，红毛哥，陈明呢？啊，陈明。哦，那小子，跟阿杰到库房拿货去了。库房哪儿啊？库房前面左拐有牌子。库房。陈明，别走！你往哪儿去？放开我！别动！哪儿去啊？你小子让我们一顿好找啊！说吧，台球厅的事儿怎么算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往哪儿走？拉，放开我！不是，干嘛？哎，怎么？放开我！松开！放开我！动！你们干嘛？动！是不是？放开我！你们别动！别动！你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别动！行了行了，放开放开放开吧，陈明。这事儿呢，其实不复杂。台球厅的事儿，你该赔钱赔钱，该道歉道歉。另外有一个事儿，我着重跟你说一下啊，以后别再骚扰好男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不可能放了他。你再说一遍。干嘛呢你？商场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来，你是不是要在这惹大事儿啊？好难，你怎么认识？我们班主任。班主任？你不开台球厅吗？台球厅？他这样当班主任，我还教导主任呢。哼，你听着啊，台球厅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咱俩的事儿。到此为止，行吗？你不追究我，我还追究你呢。你三个人都别动手，我哥别动，太好了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你脸了，好好了，干嘛呢？干嘛？干嘛呢？同志，我没事儿。有没有事儿？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是吧？啊。有没有事儿？有没有事儿？又是你是吧？哎，对，是我。之前台球厅喝多害我们出假警的是你吧？是是是是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允许在这闹事儿，听见吗？好不好？锤死！锤死！我锤死！我锤死！然后拿我相机。